小鸡马戏表演又要开始了，瘦高高，我们还是不要去了，我有点怕。你说什么？黄鼠狼为了抓鸡，什么也不怕。我们黄鼠狼要为理想奋斗到底。可是上次小鸡太厉害了。厉害？我今晚就吃定他们。瘦高高，你又有什么好主意了？我刚好有个好想法。快告诉我。过来。瘦高高，你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黄鼠狼。四三祖先保佑，我们这次一定抓到鸡。即将演出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也一样吗？老虎！嗨，大家好！这纪晓龙啊，你把老虎牵来是要表演什么呢？你作为主持人，难道不知道我要表演五口探险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下面请纪晓龙为大家表演五口探险。希望大家能保持安静，这个表演很危险，台下的小朋友们千万别模仿哦。下面就是正式表演了，请乘啊，人手吧。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，这个杀鸡小龙表演什么不好呀，偏要表演虎口探险。瘦高高，你的意思是如果鸡小龙这虎口探险失败了，那我们就有鸡吃了。是啊，分头行动。实在跑不动了，站住！你跑不掉了！黄鼠狼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可办哪可乐？工作压力大，睡眠不足，
喝斑马可乐，像斑马一样充满活力、魅力和魄力，让你时时刻刻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充满力量。Come on！ 自从喝了斑马可乐后，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抓鸡更有力量了。斑马可乐，值得你拥有，精彩生活。刚才是广告时间，下一个节目的表演者是，应该是鸡丁了吧？对，就是鸡丁。有请下一个节目的表演者，鸡丁小姐。哇耶！给大家表演一个大象芭蕾，开始喽！可恶的小鸡，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我一定要报仇！树高高啊，我们把这狮子放出来，如果狮子把小鸡们都吃掉了，我们吃什么呀？哼，总会留点鸡骨头之类的东西吧。不管是吃到鸡的哪个地方，只要能和鸡有关，就算是吃到了鸡，然后就可以成为真正的黄鼠狼了。没错，这次只能吃鸡骨架了，做什么好呢？麻辣鸡骨架？笨蛋，还翻什么食谱啊？还不快过来帮我，快点。哦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谢谢谢谢大家。表演还没结束呢。是黄鼠狼。嘿嘿嘿，压轴的节目就要开始了。不好，那是装狮子的笼子。慢慢的享受惊喜吧。救命啊！小狮子，去吧！树高高，小鸡被它吃了，我们吃什么？对啊。狮子过来了，得想个办法呀！我去跟他周旋。当年武松打虎，今天我就要打狮子去。小龙小心啊！哎，放马过来吧！没办法了吧？得想个办法对付大猫。有了，就用这个。大笨猫，这边！来呀来呀来呀！我去送送他们，很快就回来。
狮子冒险的 party。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挺起胸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，睁开眼这是哪里，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